哦，差一点他就踩上去了，还是踩到了找老婆。再来一次试一试，我就不信他踩不到做单身鼠。我再来一次，还是找老婆，我就不信了他就做不了。再来一次，找老婆。好好好好好，找老婆。我第一次见到脱单欲望这么强烈的仓鼠，我现在给他准备彩礼了，为了让他更快的追上他的媳妇儿，我家准备了一个大豪宅。因为他的媳妇儿女主人是女的，所以说要投其所好，就把我自己心爱的骚粉房子送给他的女主人。刚才拍视频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吃，现在疯狂吃吃面包出来了。仓鼠、啊、看啥看，这拍摄就是你。刚才怎么不吃啊？选择时候呢？怀疑鼠生的芝麻团子，他又跑到找老婆这块来了，努力洗笼子的我，洗完笼子就把自己心爱的笼子送出去当彩礼。现在已经洗好笼子了，先把笼子拼装上。芝麻团子的老婆的主人他喜欢粉色，所以说我还要给他准备一些粉色的东西。